轻轻松松，四国有踪。今日我哋去日本四国自驾游，由香港国际机场出发。我哋依家就响大阪嘅上空啦，到达关西国际空港。依家就系我哋租嘅七人车，大约五点咁上下，我哋就离开机场。经过关西国际空港联络桥，揸咗两个钟头车，即系大约依家系七点零钟就到达神户。咁神户呢度已经黑晒啦，嚟到神户我哋就食神户和牛同埋海鲜，呢间日本嚟讲都几出名嘅，雪花均匀嘅 A5 和牛，好新鲜嘅刺身大子。第二日我哋一早上就出发啦，去四国我哋途经京都，顺道游览金国寺。金国寺有三层高嘅，佢上面两层系用纯金箔铺嘅，啲顶部仲有一只金色嘅凤凰。金国寺系以镜湖为中心，湖面倒影个金国寺嘅影像啦，松树啊。构成一幅好优雅嘅图画。呢度系镜湖嘅侧边啊，佢种满好多大大小小嘅松树啊，都好靓，系影相留念嘅好地方。我哋嚟到南山渡月桥啦，渡月桥全长154米，系南山嘅地标。第一代嘅渡月桥断于834至8400年。桥身的栏杆是以木造，以配合大自然的环境。南山在渡月桥的西面，南山景致秀丽，云雾缭绕。流经南山的这条河叫桂川，水深清澈，是京都的旅游重点。来到南山，放慢脚步，放慢心情，享受宁静。离开南山，我哋向四国出发，车程大约两个钟。我哋经过大明门桥，大明门桥是本州同四国的联络桥。过了大明门桥就是四国了。四国包括四个县，有德岛、高知、外垣、乡村。第一站来到德岛县，德岛县的第一个景点就是窝之道。窝之道是利用大明门桥的空置地方改建的，在窝之道就看到大自然的奇景漩涡。看到数以十计的大大小小船窝在海中打转。透过地板上的玻璃，看脚下45米下的漩涡，清楚看到漩涡的形成至到消失，都几有趣。已经天黑了，我们搭吊车上眉山看德岛市的夜景。眉山是德岛市最高点，在眉山望上天空，繁星点点，望落德岛市，点点灯光，气氛浪漫。落山，我哋就去欣赏阿波舞表演。嚟到阿波舞馆，舞馆以灯笼为主题。依家就系阿波舞嘅表演同示范。
小朋友和成年人同台跳舞。最后的环节就是邀请台下的客人一起上台齐齐跳阿波舞。随着拍子你可以很优雅地跳，你可以很婀娜地跳，台上台下齐齐跳，好开心咁跳，真系好热闹。第三日，我哋嚟到美马嘅协丁，呢度系完整保留江户时代嘅老街。响江户时代，佢系以宅院而繁盛嘅。呢度处处都充满着怀旧嘅气氛。跟住我哋就上件衫。剑山是德岛县第一高山，这座山有1955米。我们已经入了深山，这里人烟稀少，四季分明。我们来到奥祖谷，我们去行二重藤桥。我哋要沿呢条山路落去，先至去到藤桥。二重桥系由两道并排而建嘅藤桥，一条叫南桥，一条叫女桥。如果不行藤桥过河，亦可以用这些小木箱，是人手操作的，极具特色。跟住我们就揸车来到大埔泥塔谷。这一带都是沙质片崖，经过多年的风化，形成奇岩异石的奇景。第四日我们来到高知县，早上游览高知城，沿步道向前行。高知城原本1603年建造，响1727年被大火烧毁，经过20年嘅重建，响1753年建成咗依家嘅高知城啦。嚟到龙河洞。这里是四个最大型的鳟鱼洞景点，估计这里有超过1.75亿年的历史。这里还有个自然植物园，这里全部种的都是杉树来的。夜晚我们来到爱媛县了，我们来到稻后温泉本馆，是区内最古老的建筑之一。古色古香，极具诗情画意。我们来到稻后商店街，这条街长有250米，有很多商店和食店，当中有很多是8年以上的老店。买下爱媛县地道的特产和手信。第五日啦，我哋响稻后温泉一带游览。跟住我哋就揸车去香川县。晏昼我哋就到达琴岐。我哋食正宗嘅赞岐乌冬，嚟到香川县一定要嚟金刀比罗宫。呢个宫至少有1000年以上嘅历史。如果要上金刀比罗宫，就要行785级楼梯。
到达正殿啦。呢度系供奉大麦主神同崇德天王。呢啲系好传统嘅日本建筑，系全部系用木做嘅。呢度系好多摆设。呢度有一个金色嘅大风车，系一个摆设嚟嘅啫，系唔识转嘅。呢棵古树应该有好耐嘅历史噶啦，佢嘅周围好多嘢保护住佢。呢度可以望到琴平远至濑户嘅景色。游览完金都比罗宫，我哋就落山。原本行程我哋系去小岛岛嘅，因为打风我哋就改去大阪。我哋就去道顿屋行街。晚餐我哋就食海鲜、刺身，有生有熟。亦有蟹粥，美味丰富。行程第六日，我哋就去和歌山。喺和歌山，我哋先去山殿壁。呢度有50米高嘅海岸，被海浪长期冲击侵蚀，而形成大自然嘅美景。我哋嚟到山殿壁嘅洞窟。四周都有海浪的冲击，一路行一路听到震撼性的海浪横回立体声。隔离就是千叠夫，面对一望无际的太平。岸边长期受海浪冲击侵蚀而形成裂崖，看起来好像有几千张榻榻米搭在一起。这里有一个小花园，从此都是修剪得很工整，小水池流水。下午我们就去南纪白滨鼠场即席康吞拿鱼表演。在这个市场里面选购海鲜刺身。在市场里面有个自助烧烤区，我们买了虾刺身、三文鱼，我们买了一条辣鱼，肉就用来做刺身，鱼头鱼骨就用来烧，大虾扇贝。翻大阪回程，我哋经过惠智站，我哋行入车站打打卡，见见站长小友。第七日，我哋就嚟到大阪城公园游览。呢度嘅特色就系有小货车代步，广种树木，护城河风景优美。大阪城以天守阁为中心，入边系不准拍照。我哋去到机场原本要走噶啦，因为打风航机停飞，我哋唯有坐穿梭巴士翻大阪，多停留一日。隔一晚已经雨过天青啦，我哋仲有时间就响酒店附近行下街。
相机前最后的节目就是去临空城购物中心。食完买完，我们就搭飞机回香港了，完成愉快四国拜日之旅。